日要執雪櫃，點解？你睇下。诶，翻翻嚟先，咁当然唔系执公司嘅雪柜啦。咁知道大家多咗留咗屋企咧，其实都会准备多啲粮食摆喺雪柜，食下食下就会变到咁乱噶咯。咁只要准备一啲收纳嘅工具啦，同埋学埋一啲整理招数啦，咁就可以避免雪柜变成头先咁样噶啦。食物 pack 咗入盒之后啦，系整齐咗，但系就会容易揾唔到，咁就其实用一张 label 纸黐喺上面咧，咁就可以揾到啦。